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强调，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，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，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，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、两种资源联动效应，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，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。